明晚就是2024香港小姐决赛，今日中午一众候选佳丽以泳装亮相会见传媒。八号卢可儿更被抽中四大后冠，仲要由上届冠军庄子璇加冕，直头好似预演冠军一样。太正了，我都冇想到是我抽中了后冠啦。咁同时咧，仲有我哋美丽的冠军 Hillary 师姐咧嚟帮我戴，真系好似已经攞咗奖咁样。怕唔怕有个魔咒啊？因为咧历届咧就系试戴呢个后冠咧，最后就夺唔到冠噶。唔使惊，唔使惊，我系一个例子。系咯，其实我之前都惊嘅，但系咧上年我哋 Hillary 师姐直接就系、是。告訴大家，只要有實力，一切都不是問題。你吃了糖梨那麼甜的你的嘴。我們這兩三個月的訓練其實都是為了這個後冠，看到哇很閃，真的很漂亮，都很想試試戴。超級羨慕，因為它比網上的照片漂亮很多，閃很多。明天就是決賽了，你們覺得今天穿這套泳衣是不是自己最佳的狀態呢？感覺都未算是，因為剛才都吃了少少嘢。我覺得是，因為我為了穿呢件泳衣，其實我事前都有做啲 workout， 希望令到自己線條 firm 啲嘅。覺得邊一個穿泳衣最靚呢？ Carry 啦，佢個腰線係咁樣啊！哇哇咁瘦啊，我好羨慕啊！我覺得 Loris 嘅身材都係好好啊，但係一定要揀一個嘅話，一定係揀自己啦。